感觉剧组关系贼好，想看默契考验或者集体挑战。没错，就是默契考验。不知道主演们对彼此的默契有没有信心呢？我们很默契的，先别把话放得太早。不太好说啊。flag 还是要立一下。不太好说，那我们一起加个油好不好？好。Go！选择一致则成功。反正你喜欢吃折耳根吗？我怎么选呀？怎么会有人选折耳根呢？折耳根难吃啊！折耳根难吃啊！哦，在你心里就是谢威是故意会折磨张雪迪，给他难吃的东西，给他难吃的东西。哼！牢记这个教训。张大人不会，把他抛开吧。张大人不会，把他抛开吧。张大人不会。张大人不会，张大人也选的折耳根。我不知道，我看到那个东西在那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选。爱情里，我这个人有社恐，我不能摸 NPC 的 ，NPC 会摸你呢，他不社恐。但是盲圈应该会害怕，就是确实挺暗的。不至于，没事。不至于，至于一个鬼屋而已。你不会真的把我认最后一个吧？不会，张家伟不会，张家伟不会，不会。要跑也拉着银细胞，要跑也拉着银细胞。别害怕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李千宁，你要来是大，我们组都靠你了。啥意思啊？靠你的脑子。靠你的胆子，靠你的脑子，靠我的嗓子，不能靠你这个小子。走，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十分钟，15分钟，别这么自信。活着回来。十五解决，3、2、1，加。啊，这个心愿我也挺想看的。这个心愿就是，请男演员们跳女团舞。哇，我也想看。哇，我们也想看。学吧，学吧。我们直接跳副歌吧，就不跳前面了。左手。1、2、3，可以了，来，我学会了。你先教一下，你先教一下。这样哈。用了，我用功了，我们就是1、2、3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那是 it's OK。1、2、3。你要不来前面教一下吗，助教老师？你在前面得带着我们跳。万一我跳的是错的怎么办？我就只是叫一下吧，你们跳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有东西。我鼻头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本来要转向你，然后他去那边。我鼻头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，我鼻头有东西。我们这组 CP 是被强迫的，不是我自愿的。我们这一组，你整得跟我多想自愿一样。你慢点儿，快点，你这样就特别像六什么玩意儿，你知道吧？
下来呀、啊！我不去，你不去我怎么去？可笑！呀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有缘人终归再相见，是吗？走了，走了。三、二、一，等会儿，我们也来一张。你们有，每张都有你们。哇哦！恭喜你们找到了任务地点。哎呀！这有什么暗藏玄机的地方吗？爱情里，有请第二组开始游戏。我不走最后啊！妈呀，这么黑！哎呦，你们慢点儿！这就开始叫了。我们一会儿这样。到底的时候先谁叫的最真先叫点声在这响一下。那我先叫吧，我现在就想叫，我害怕。你这个就很刻意了，这个是真的吓到我了。别你过来跟我，你过来，别让我在最后，求求你救救我，你跟着天宇。咱俩跟着过来过来他，你别了，逗你来。哎，刘星宁，